什么？你为什么玩的？你这发型蛮好的。对啊，蛮好的。要不要？嗯。请发型师帮我抓一下吗？可以吗？抓一下是吧？啊！抓一下。对的。看那个，我好烫啊！我怎么这么烫？我的脸好烫。这超屌的！这超屌的！哇！不要浪费啦！想要这样，我肚子好痛。你过来干嘛？还好我是极限。你不要装肚子痛的，让我坐好，快一点。你牙齿要咬啊！快快，当初晕倒了吗？晕倒了，晕倒了。有烟。我告北区，我不愿富居拢照管，你哪样个？你两块小弟，小弟。今天想什么？又来到这个年终感谢季的时候了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就要赶快把记忆给唤醒。到底今年呢，有哪些人啊，哪些贵人，哪些朋友帮助过我们啊？还有身边最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我们要一并的好好的来感谢他们一下。之后我们都会写卡片，然后买礼物或者是包小红包这样。我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年的卡片，你看，这个是阿翔个人感谢的卡片。今年没有特殊装扮，就是用粉红色的衣服啊，喜气洋洋的感觉。这个呢是号角响起要共同感谢的卡片。这个是耗子个人的，因为他在年底的时候呢，硬是出了一首写脏话的歌。那这个图片呢，就是他歌的封面。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到这个数位平台去听听他这一首说脏话这首歌。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买了哪些礼盒。走，这个礼盒呢是什么？什么香草级的啊？里面就是沐浴乳跟洗发精，哦。那不用拍太多的特写啦，因为他也没赞助。那我在这边呼吁呢，各大厂商哈，在这个年前年后要送礼的时候要露出的麻烦哈，洽询今天想什么哈，我们好好的来帮你业配一下。那今天这个礼盒，你看包装的非常的精致，这个就是要送给长官啊，或者是大哥大姐啊，就用这样子的礼盒。然后上面还可以刻字哎，你看它上面写号角响起祝贺，然后最后这一个。也是比较特殊的，这个是茶包，很精致。你看那是木盒装的，应该是蛮用心的吧？那一样哦，这边呼吁哦，所有的厂商如果想要露出的话呢，欢迎来赞助哦哈。贺花一动。那么除了我们要写贺卡之外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想说找了一间餐厅哦，日本料理要来犒赏这些辛苦的员工，等于两个游戏啊，就会两个红包。总共只给两个，有四个员工碗，有两个拿不到，这样才有趣啊。糟糕，我现在要，那我们要去玩100/100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两个人已经策划好，待会儿呢，我们的年终尾牙聚餐的游戏，红包奖金也都已经定好。我度假去换钱的时阵，经纪人看到，我袂使甲讲咱个问题啊，就讲怎样有要换钱，说我输钱给耗子，这是正常的。好，那么我现在呢已经抵达了今天呢要宴会的地方了。这个餐厅呢是在内湖啊，这一间哦看起来是一间好像蛮高级的日本料理餐厅哦，也提供给大家啦，感觉好像还不错。如果呢大家要宴客的话呢，或者是要吃一个好料的吼，可以来找这间餐厅。快走，你来看看有水不？嗨，廖理事长，请问一下。你们这些新鲜的渔货都是从哪里来的？基隆、康马丁，啊，有的也有从那个宜兰的那个大溪渔港现流货，啊，也有日本来的，也有啊，像真鲷啦、水鱼白子啦，都日本过来的，真的，对，厉害！你们这间餐厅装潢的好新颖的感觉哦。我们这家拢叫日本的设计师，我爱装潢那种日本宣纸啊，哦，完全走日式风格，是啊。那刚刚稍微询问了一下，这是一间非常新颖的餐厅，还不到一年。
然后这个餐厅呢，你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些区块，它有一些是板前的，就是你可以坐在那个师傅料理前面。那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包厢室，包厢呢也都是设计的非常的，就是很有日式风格。它有坐式的，也有那种是好像是盘坐的，但是它下面有洞，你会坐起来比较舒服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我们要宴请我们的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所以呢我们安排的是大包厢。哇，这个大包厢听说低消就要30000多块。两位亲爱的贵宾，你们抵达了。对对对对，还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很棒哎。很棒吗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啦。笑在姐姐可以吗？这里还可以吗？很可以啊，今天 peace 啊，好吗？今天肯定 peace 啊。Okay 啊，你是怕冷场？就小小的耶，我想乌鱼子。哦，有中有中。其实我们只是拿乌鱼子的袋子。谢谢。新年快乐！今天照片有帅一点的吗？有，超帅。我要看。不正常。我有跟玉君欧德说我要帅一点。有。哎，今年有好看哦。哎。打开，可能要再给我俩。打开哦。Surprise！肥皂做那么一小个一小个也是蛮用心，是在洗私密处的。哎，他怎么可以等多久？啊，小心他，小心他滑进去。哦，送红包哦。对。哦，怎么那么好？这个游戏就是猜歌名。来，预备，第一题开始。刘德华的《追梦人》。错。来生缘吧。哦。通不通被偷袭？前奏来了，陈升，我知道，张震岳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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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离开我，什么什么歌名歌名，青春第一个怎么想战斗耶？第二次第二次，第二次比不出来，第三次，爱大爱宽，宽，出爱什么出什么什么。太新了，我不会。太新了，开始。星星相爱相爱，我们一起 happy。他现在 happy， 对，恭喜答对，恭喜。哇，那你得两分了，两分，厉害。笑死我！啊，王者，你好，好。辣台妹，辣台妹，是不是？是辣台妹，这不行吗？啊，中国老总！哇，我是耍草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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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这个番茄酱才刚挤的，是不是？最新鲜的，太新鲜了吧？好新鲜哦！没有尝试过这种结合，番茄乌子酱，乌鱼子，然后又虾子。你甜甜的问一下，叫一下欧美之酱。因为第一次听到啊。
第一次听到什么？鳕鱼就是有精囊吗？白子就是啊。白子就、啊、就是婉转的说法。哦，真的、哦。还是百香果。嗯，百香果。听不出来对不对？黄黄的那是百香果。是南瓜。南瓜，你看，你这个是。还说百香果。这个白子很特别、欸，这白子很特别，超酷的。它大南瓜很大，大南瓜 OK。它这个其实是有点脆，有点像鹅啊，一咬，嘣，里面的那个乳化的东西就跑出来，像鹅啊的口感。你先。哎，我们就是。哎呦。女生最讨厌的一个时节。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，我在看一下。你不是说女生对她又爱又恨的一个东西？你算是算是。我这个就是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尺寸。哦，可以。我、欸、有时候可以放在鞋子里。哦。欸哦，讲完第一段了，有没有人要举发？我还没。等一下，忘记他们讲什么了。下次可以不要聊了那么多久吗？没有，好，第二段。你可能要用的时候手要洗干净。可以。哦。那你。不能讲一样的。男生可以帮他买的话，买这个东西的话，会觉得很贴心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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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哦，很好哦。他有时候白天跟晚上会有不同的东西。棒棒棒棒。他有时候可以，也可以放在腋下。哦，那应该有人不一样吧？有没有要举发？有人讲了。第二轮讲完了吗？哎，都讲完了。嗯。那我觉得 V 啦。好、哦，那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举发谁？我觉得是毛毛。哎、欸，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毛毛吧。好、哦，两个举发、哦，有两个举发，那就成立了。对，开牌，开牌。就你是什么？卫生棉，卫生棉，我也是卫生棉，卫生棉，我是卫生棉条。哇！我很不擅长。我很不擅长。他讲的很偏哦。嗯。五颜六色，油油亮亮。哦。立体感。哦。看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舒服。不能加水。哦。我觉得抢分，这一 round 抢分。要抓了啦。对对对。抓了啦！你心里面你啊？哦，你抓他，你不要抓，然后你抓他，你也抓他。好，你们两个先开。你是什么？油画。你呢？我是水彩。完了，我是油画，我也是油画。啊，抓错了，他们都没有抓到哎。那我要得分了吗？对啊，所以是淼淼跟玉菲拉得分。对啦。结果，玉君2.5分。这么多，妈妈2.5分，我还2.5，我跟他一样。Vira 6.5分，淼淼6.5分。哦，还是说他们讲好，我要这一包，我要那一包，就直接最后 ending 玩这么大。对，两个6.5分的，我就选一样的啦，我没得选哦。你想要选这个一样的 ？OK， 我看。好，你当小火柴姐姐看。再次感谢酒井自慢日本料理呢招待号角响起，还有两光团队来这边吃尾牙感谢祭。这边的料理呢都是这种创意料理，大家吃的是觉得非常的不错，所以也推荐给大家。还要祝福观看频道的观众朋友，
身体健康，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我们过完年后见，拜拜。第三 round， 好，有些这个东西，有的男生女生，有些女生也会穿。我觉得我这个形状很性感，这危险，男生女生都会穿。